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饼干。今天我们来猜的就是出了菜狗的这一家dodowos。然后他们家这一次出的这一套真的是超级的可爱，真的是附赠的明信片，做的超级的用心。然后这一套也是有六个基础款，然后还有一个隐藏款。我最想的当然是三十干脆面，还有这个隐藏啦。然后我们看看第一只是抽到了潘潘，他真的超级的可爱，然后外表可可爱爱，内心戏超凶。身份证，然后他每一只都配送了这个玉手铃铛，真的很用心。然后我们来拆第二只，哇，第二只是我想要的茶茶干脆面，这个是说我妈生到我时就没墨了，真的超级可爱。身份证，第三只就是我想要的干脆面，就是那个经常把棉花糖给洗丢的干脆面。身份证。然后第四只就是这个超级美的灵狐，是一个爱美的小姑娘哦，真的看她雪白雪白的毛就知道一定很爱干净啦。身份证，然后我们猜到第五只是这个火狐的话有两个心愿，第一个就是能娶到白狐小姑娘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能修炼出九个尾巴。身份证。我们猜最后一只就是这个暗夜灵狐，就是外表酷酷的，其实嘴馋还爱迷路，简直跟我太像了吧。身份证。好啦，这次就是dodowos家猜到的这六只小动物啦，做的真的超级的写实又可爱，手感也一级棒，每一只还搭配了玉手铃铛，真的是超级的用心。拜拜。